如今的英伟达也真是一个多元化的企业啊，产品线特别的丰富。这么一个好端端的显卡巨头，前几年开始做起手机来了，而且还是功能机。这还没完呢，他们做电子产品做的还不够过瘾，如今居然做起了煤气灶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NV 憋了整整18个月的大招 RTX 2080和 RTX 2080 Ti， 他们的火力究竟有多猛吗？这一次我们要测试的除了公版之外呢，也有来自影驰的两张非公版，分别是2080Ti大将和2080Gamer， 待会儿我们也会将它们和公版进行对比。咱们先来看看这两款煤气灶。虽然今年 NV 的设计师啊大概是饿昏头啦，但是实物上手一下感觉还是挺精致的。侧面一轮银白色从风扇延续至背板，这一层精美的金属包边完美的围住了散热鳍片，勾勒出一种连续煤进显一体感。用小米的话讲，这个叫做 Unibody。正面的设计出乎意料的简洁，老黄完全抛弃了实系的那种棱角分明的浮夸的科技感。两枚硕大的灶头从金属包边中升起，被简洁的黑色相连，中间再刻上 RTX 的烙印，对称、精致、简单，没有任何多余的元素。其实我觉得呀，把它比喻为煤气灶还真有点屈才了，它的归宿应该是夜店才对呀。来点音乐燥起来吧。这一张新战袍你要是不够细心的话，可能还会忽略不少的细节哟。比如说 NV 在侧边做了一个精致的小套套，拆下来里面就是 NVLink 接口了。对的， NV 抛弃了传统 SLI， 全面投入了 NVLink SLI 的怀抱。不过这个 NVLink 并不是标准 NVLink， 它是倒着的，和 Quadro 上的那个并不相同，包括两者的桥接器也是不兼容的。 NV 这一次专为 GeForce 准备了新的桥接器，颜值不错，设计很简洁，但是价格嘛，都够你买张1050啦。不过比起 Quadro 的 NVLink 桥还是便宜一点的。新战袍的挡板也经过了重新设计，这黑化的感觉相当帅啊。注意啦，这里多了一个 Type-C 接口，不仅可以接高端的显示器，也可以那它能不能我本来以为老黄走了苹果路线啊，多一丝精致少一点酷炫，结果点亮之后我错了，侧面的信仰灯还是一样的醒目，只不过我们熟悉的绿色似乎变淡了一点，是不是开了 RTX 的关系呢？总的来说呢，这一枚新战袍的外观初看确实有点不习惯，但是实物上手之后感觉还是很精致的。有那么一秒钟我甚至感受到了点包豪斯的味道。最主要这一次的背板真的设计得很漂亮，考虑到你把显卡装上机之后往往是看不到正面的，陪伴你最多的也就是侧面以及这一块银色的背板了。那我觉得煤气灶还是能够接受的吧，反正眼不见为净了。老规矩，我们拆开这张公版的 RTX 2080 Ti， 看看里面究竟长啥样吧。放眼望去，密密麻麻的两排供电模块，看得真是让人赏心悦目啊。这一次的 RTX 2080 Ti 公版采用了16项核心加显存供电，用料极其豪华，简直跟泰坦 V 有的一拼啦。供电接口8+8 pin， 看来这一次 NV 也是有备而来了。虽然说260瓦的 TDP 就是高端显卡的正常水平，但是想必这一颗 TU102 的大核心也没有那么容易伺候啊。核心周围围绕的是来自美光的 11G GDDR6 显存，仍然延续了皇家刀法，阉割出了352位的位宽。但是由于 GDDR6 的频率大幅提升，最终的带宽仍然达到了 616G， 已经非常接近泰坦 V 的 HBM2 水平了。发烧的供电，发烧的显存，当然是为了伺候发烧的核心了。那么 RTX 2080 Ti 上的这一枚图灵 TU102 核心和 Volta 一样，采用了 NV 定制的台积电12纳米工艺，其实就是16纳米的加强版嘛，配备了4352个 CUDA， 硬规格上就已经比1080 Ti 强了一大截了。然而这还不够，这一次全新的图灵架构可是号称 Maxwell 以来最大的一次改进啊。那么它到底强在哪儿呢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主要有三点。首先，图灵架构本身就已经有诸多改进了。NV 这一次对组织结构大动干戈，帕斯卡每一组 SM 有128个流处理器，1080 Ti 配备了28组 SM，
而图灵的每一组 SM 流处理器缩减为了64个，但是显卡配备的 SM 数量更多了。比如说2080Ti这一次就配备了68组 SM， 完整规格的 RTX 8000更是配备了72组 SM。此外，每一个 SM 都集成了96K 大小的 SRAM， 带宽翻倍，延迟降低，并且 SRAM 可以被开发者自由调配为 L1 缓存或者 Shared Memory。大家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吧？共享就等于节约呀。图灵这样的架构改进不仅意味着资源的分配更加灵活了，也意味着用更少的晶体管就带来了更高的流处理器效率。第二点是强在深度学习上的，这一次的图灵核心和 Volta 一样集成了 Tensor Core， 大大的加快了半精度下的深度学习效率。2080Ti 搭载有544个 Tensor Core， 并不比泰坦 V 差多少，但是 RTX 系列作为游戏卡，老黄加入 Tensor Core 显然不是为了专业用途，而是为了全新的 DLSS 技术，借助深度学习来大幅提高抗锯齿的效率。DLSS 不仅可以用于低分辨率输出高分辨率的图像，也可以用高分辨率的图像生成出 SSA 的效果，大幅节约资源。简单来说， NV 准备了一个已经训练了数万张各种游戏图像的通用模型，游戏开发厂商如果想要用上 DLSS， 就需要提供最少64张 8K 超高分辨率影像作为原始数据进行训练。当游戏运行的时候，借助训练出来的模型，用 1080P 或 2K 的低分辨率去生成 8K 的影像，然后再缩放回 4K， 得到两倍 DLSS 的效果，这样就兼顾了流畅度和画质，游戏的运行效率得以大幅的优化了。最后一点就是图灵的大招光线追踪。光线追踪的作用和原理我们之前已经详细的给大家分析过了。 NV 通过在显卡里集成 RT Core 实现了光线追踪，在图灵里每一个 SM 都会配备一个 RT Core， 而2080Ti 总共就有68个 RT Core， 它们的效率有多高呢？我们来看一下 4K 分辨率运行星球大战光线追踪 Demo， 2080Ti 可以跑到30帧以上啊。此外，图灵还用上了更先进的内存压缩技术，配合 GDDR6 进一步的增强了显存性能。这么多改进确实可以称得上是革命性的啦。 TU102 核心也是被这一些新单元塞得满满当当，以至于即便砍了双精度，核心面积仍然异常的巨大，甚至已经接近 GV100 啦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80Ti的用料这么豪华了。大的不仅是大哥，就连小弟也很大。2080所采用的 TU104 核心 CUDA 的数量也就2944个，但是面积仍然达到了545平方毫米，堪称次旗舰之最了。这张卡搭载 8G GDDR6 显存，256位位宽， Tensor Core 也缩减到了368个， TDP 下调到了225瓦。但即便是这样一个次旗舰核心， NV 对于供电仍然是不敢怠慢啊。公版2080用上了10项核心加显存供电，用料比1080Ti还要豪华。供电接口8+6 pin， 不过这个6 pin 居然是被堵出来的，这还真是少见的。除了用料之外呢，这一次20系公版最瞩目的还是散热。NV 史无前例的在公版上采用了双风扇的设计，底座用上了真空腔均热板，鳍片则是密密麻麻的塞满了整张显卡，看起来相当唬人啊。不过我对于这种结构的散热表现仍然抱有怀疑，比涡轮好是肯定的，但均热板垂直方向的导热效果并不好，这么多鳍片能不能将热量均匀的分摊掉，这一点仍然有待检验啊。光从 PCB 上看，20系卡可谓是诚意十足啦。那我们赶紧就上机开始测试吧。在开始测试之前呢，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测试平台。CPU 仍然采用了 i7-8700K， 内存是影驰名人堂的 16G3600 套装，主板是华硕 Strix Z370-i。 我们这一次在开放的环境下进行测试，首先我们来测一下理论性能。 CMark 已经是老生常谈了，我们来看看 FSE 的跑分。 2080Ti 以 1% 的优势小胜泰坦 V， 而2080嘛，哎呀，还不如 1080Ti 啊，那就有点尴尬了，难不成 NV 也开始挤牙膏了吗？不过当我们运行基于 D12 的 TimeSpy 的时候，2080就体现出它的优势了。 10516 的分数比 1080Ti 高出了 15%， 同样的 2080Ti 也跑出了13000的高分，领先泰坦 V 5.8%。 看来图灵架构在 D12 方面下了不少的功夫啊。最后是压力巨大的 TimeSpy Extreme 测试，越是压力大的测试越是拼规格。2080Ti 在这一项中凭借更高的频率，以 1.6% 的微弱优势险胜泰坦 V， 而2080则能领先 1080Ti 高达 13% 啊，表现还不错。
从 3D Mark 的结果来看呢，图灵确实可以用更小的规格实现更强的性能，但是在 D11 的 FSE 下并不能奏效，而在像 D12 这样的底层 API 的加持下，图灵的优势才得以发挥出来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实际游戏中的表现吧。首先我们来看看新鲜出炉的赛车大作极限竞速地平线4。地平线4把地图换到了辅国，我们可以驾驶迈凯伦塞纳在英伦小镇里分驰电车。这一代借助 D12 进一步改进了画面，你看看这车身上的反射效果，还有这阴影的质感，即便不支持 RTX， 这款游戏仍然非常的漂亮。那我们先在 1080p 分辨率下运行基准测试，很可惜 2080Ti 并没有打过泰坦 V， 而 RTX 2080同样被 GTX 1080Ti 斩落马下。分辨率提高到 2K 后，情况并没有什么改观，泰坦 V 仍然保持领先，而两张20系新卡的表现仍然不够出色。最后我们测试了 4K 分辨率，两张 RTX 的新卡终于有所起色了，2080Ti 缩小了和泰坦 V 的差距，而2080终于领先了 1080Ti 了。从极限竞速地平线4的表现来看呢，2080和2080Ti 还真有点出师不利啊。那么他们在其他游戏中有没有机会力挽狂澜呢？我们接着来看看刚刚上市的古墓丽影暗影，性感劳拉在线拆迁。今年咱们劳拉的拆迁大队来到了墨西哥，作为古墓丽影三部曲的终章，暗影中的劳拉比以前更加成熟了，胳膊上的肌肉也更结实了。这一代在画面上还是有所进步的，尤其还支持 RTX 特效，不过游戏在目前还没有添加 RTX 的支持，只能等后续的补丁了。我们这里先不开 RTX 进行测试，在 1080p 的分辨率下，两张新显卡的表现仍然谈不上出色，分别败给了泰坦 V 和 1080Ti。而当我们开启了 2K 分辨率之后呢， 2080 总算是超过了 1080Ti 了， 2080Ti 也缩小了和泰坦 V 之间的差距。最后我们换用 4K 分辨率， 2080Ti 总算打平了泰坦 V， 2080也能领先 1080Ti 9.8% 了，这个表现还算不错吧。看来暗影作为一款支持 RTX 的游戏，对于新卡的支持相对来说更好一些啊。那么接下来就轮到门大拿邪教登场了，我们的老朋友孤岛惊魂5。先来看一看 1080p 的表现，两张新卡似乎还不赖啊， 2080Ti 略低于泰坦 V， 而2080则是略强于 1080Ti。换用了 2K 分辨率之后也是差不多的情况，泰坦 V 仍然保持领先。最后我们切换到 4K 分辨率， 2080Ti 终于一雪前耻战胜了泰坦 V， 可喜可贺啊。我们还测试了最近很火的猛汉王怪物猎人世界，众所周知 Steam 版的怪物猎人世界优化还是挺糟糕的，但是新卡的表现倒是让我有点出乎意料了。1080p 分辨率下 2080Ti 非常接近泰坦 V， 而2080则是比 1080Ti 强了 14% 啊。将分辨率升级至 2K 后， 2080仍然保持了大幅领先，表现相当不错。最后我们换用了 4K 分辨率，泰坦 V 依然打头阵领先 2080Ti， 而2080则已经可以做到全程30帧以上的表现了，对于猛汉王这一款优化极差的游戏来说已经很不错了。前面我说到了 RTX 系列显卡有一个很棒的特性，就是 DLSS， 我们这里呢就用杀马特洗剪吹15的 benchmark 来体验一下 DLSS 带来的性能提升。哇，相比原生 4K 不开抗锯齿， DLSS 算法带来了 24% 的性能提升啊，相比 TAA 更是提升了 35%， 4K 分辨率的硬件门槛一下子就拉低了好多了。但是问题来了， DLSS 再牛逼也是一种特殊算法，并不是原生 4K， 那么它的画质会不会受到影响呢？我们对游戏的截图进行了放大对比， DLSS 处理完的画面看起来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模糊，但是尚可接受，它的抗锯齿效果总体而言是略逊于 TAA 的，在边缘部分 TAA 做得更平滑，但是 DLSS 毕竟用了超采样，所以在一些画面的细部更加干净。总的来说 DLSS 的效果看起来还不错，最重要的是大幅改善了性能的同时兼顾了画质，如果这一项技术能够大规模普及开来的话，确实可以拯救不少水深火热中的玩家了。不过之前 PS4 上的棋盘算法我们叫差值 4K， 那么现在的 DLSS 是不是应该叫做脑补 4K 了呢？不过有趣的是啊，泰坦 V 虽然也配备了 Tensor Core， 但并不能开启 DLSS，看来这个图灵独占技术是有驱动把关的，并不是所有硬件达标的显卡都能支持的。除了 DLSS 之外，新显卡最重要的当然是 RTX 光线追踪技术了。非常幸运，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下载到星球大战的光线追踪演示 demo 了，许
栩栩如生的电影级画面，真是让人看得兴奋不已啊。不过 RTX 有一点和 DLSS 不太一样，它并不强制要求使用图灵显卡，我们使用1080 Ti 也能正常的运行 demo， 只不过帧数比较感人罢了。在这里我们记录下了各款显卡运行光线热衷演示的表现，图灵的新卡由于在演示中会自动开启 DLSS， 所以帧率的表现相当的出色。2080 Ti 在 2K 分辨率下甚至能够跑到平均 54.7 帧，而在 4K 分辨率下呢， 2080 Ti 同样能够运行在30帧以上保持流畅。我本来预计这样的光线追踪 demo 至少需要两张2080 Ti 才能流畅运行，结果在 DLSS 的帮助下，一张2080 Ti 就已经能够跑得动 4K 分辨率了，这个还是挺让我震惊的。看来我们已经有了支持电影级游戏体验的硬件了，但是什么时候能够玩到这样的游戏还是要看厂商啊。虽然老黄专门为了游戏给2080 Ti 配备了544个 Tensor Cores， 但是如果我不拿它玩游戏，光是用来做深度学习，相信也不会有人有意见吧。所以我们在 Win10 系统下再度搭建了 TensorFlow 深度学习框架，运行 CNN 的图像分类训练，得到的结果也印证了我们的猜想。在 CF20 的测试中呢， 2080 Ti 的表现和泰坦 V 一样优秀，两者均大幅领先1080 Ti。同样配备了 Tensor Core 的2080也有不错的表现，这说明2080和2080 Ti 的 Tensor Core 可以同样服务于深度学习应用，效率并不会比泰坦 V 要差多少啊。为了进一步验证两张新卡的深度学习性能，云飞做了一个小实验，我们找来了你们的老婆 Gaki 酱的数段视频，帮她把面部截取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又选取了云飞的一些片段，同样也截取出面部，然后嘛，我们使用 Deepfake 来将两者深入结合。嘿嘿嘿，我们先说正事，来看看几张显卡的训练性能，和之前的图像分类训练表现类似， 2080 Ti 丝毫不弱于泰坦 V， 而2080同样也非常迅速，说明新加入的 Tensor Core 起到了作用，当然这也说明程序的代码专门针对半精度做了优化，否则按照我们以前的测试结果来看呢，大多数的深度学习应用仍然是倚重单精度性能的，并不能很好的利用上 Tensor Core。 那么问题来了，换了头的云飞到底长啥样啊？咦嘿嘿，这效果啊、that's good。 除了深度学习之外呢，我们也测试了一些其他的专业应用。首先是 SpectViewPerf 13的专业软件测试，可以看到由于驱动层面的优化，泰坦 V 在使用 OpenGL 的专业软件中仍然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，这一点是2080 Ti 无法替代的。此外在 Cinebench 25的 OpenGL 图形测试中呢，泰坦 V 也仍然大幅领先20系卡，泰坦毕竟是泰坦啊， Quadro 驱动了解一下。而在 Vray RT 的显卡 3D 渲染测试中呢， GPU 的规模仍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泰坦 V 凭借更加豪华的规格拔得头筹，而2080则是输给了1080 Ti。最后我们测试了对显卡要求极高的达芬奇15。首先我们对一段 RED 8K 的素材进行降噪处理，然后我们进行实时回看预览。由于 8K 分辨率的压力非常大，所以说2080和1080这两张 8G 显存的显卡明显就不够用了，直接就嗝屁了。规格更强、显存表现更好的泰坦 V 仍然取得了胜利，2080 Ti 和1080 Ti 同样表现尚可。接着我们对自己的一段 1080P 的素材进行调色、除尘、降噪等后期处理，这个压力就小了很多啊。2080 Ti 在这一项测试中获得了领先，但是1080 Ti 仍然比2080更胜一筹。总的来说，除了深度学习之外的专业应用大多数是对硬规格比较敏感的，只要 CUDA 足够多、显存足够强，你就是老大。前面的拆解和分析中，你看又是这个新的双风扇设计，又是超强的供电用料，又是超大的核心面积，很显然 NV 在给我们一个暗示， 2080 Ti 的核心的发热量可能非常之大，到底有多大呢？公板皮能不能压得住呢？一起来看看 Boost 温度和功耗的表现吧。我们通过连续运行 TimeSpy 的压力测试来记录频率和温度变化的曲线，先来看一看温度。换用了双风扇散热器之后呢， 2080 和2080 Ti 公版的散热表现确实比以前强了不少了，但是2080 Ti 在长期运行压力测试之后仍然会接近80度，对于双风扇的显卡来说这个表现还是比较糟糕的，看来 TU102 核心是真的非常热啊。
不过规模比较小的 TU-104 相比之下就要凉快不少了。再来看一看频率曲线，2080Ti并没有因为换了散热而坚挺下去，它的降频曲线和1080Ti相比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啊，频率仍然很难跑上去。倒是2080由于实在是太凉快了， Boost 一直是处于很坚挺的状态，很少出现降频。最后再来看一下平台功耗，这几款显卡的功耗和它们的核心规格基本上是成正比的，这也就意味着 NV 的12纳米相比16纳米在功耗方面恐怕真的没什么改进啊！想要电表倒着转的朋友怕是要指望7纳米工艺了。公版的2080Ti都已经用上双风扇了，仍然还会有散热问题，那么散热更加豪华的非公版会不会有更好的表现呢？一起来看一看影驰2080Ti大将以及影驰2080 Gamer 的表现吧。三风扇 RGB 影驰的大将和 Gamer 这两张卡呢，仍然是设计的非常游戏啊，尤其是 Gamer 侧面的这个流光效果，你看看还是蛮酷炫的吧。除了灯光之外呢， Gamer 还用了超公版的月间豪华 PCB， 而大将则是延续了公版的 PCB 设计。我们用 FSE 来检验了一下这两张影驰的非公版显卡，尽管公版这一次把频率定得非常高，比许多非公还要唬人，但是实际测下来还是非公的性能更胜一筹。影驰2080Ti大将比起公版强了 4.3%， 而2080 Gamer 比起2080公版则要高出 2%。 从温度上看呢，似乎影驰的2080Ti最终能够稳定在77度，略微好于公版。再来看一看频率，这一张2080Ti大将的 Boost 表现比起公版还是更强一些的，两者同期的频率差距甚至一度达到了100兆以上啊，而两张2080则能全程保持稳定的 Boost 频率。看来 TU-102 确实是一个难对付的大火炉啊，对于追求散热和极致性能的朋友，非公版仍然是你的首选啊。每一次测 DIY 的新品总免不了一些俗套，比如说超频，我们这一次就用两张影驰的非公版显卡来试一下2080和2080Ti体质有多么好吧。二十系卡开始支持 Boost 4.0 了，玩家可以在 EVGA Precision 这样的软件里面自由的选择频率策略，在频率和温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，或者你也可以在频率电压曲线这里呢进行自动超频检测。由于自动超频会精细的调整每一个电压点的频率，所以在这样的超频的基础上再去做微调，往往比你自己手动拉频率更加有效。我们最终把这一张2080Ti的极限 Boost 频率带到了2090兆左右，顺利的通过了测试。FSE 跑出了18252分的成绩，相比默认提升了 6.4%， 相比公版则是提升了 11% 啊。另外我们也超频了一下2080 Gamer， 最高可以把核心频率飙到2130兆， FSE 可以跑到14221分，相比默认提升了 6%， 相比公版提升了 8%。 说实话这个超频潜力和实系卡并没有多大区别啊，看来喜欢超频的朋友们恐怕又要空欢喜一场了。总的来说2080和2080Ti在技术上的跃进还是值得肯定的， RTX 实时光线追踪未来的潜力也非常大，只要 NV 坚持做下去，再加上厂商们的配合，这个是有机会颠覆现代游戏体验的。而 DLSS 则有望大幅的拉低游戏的硬件门槛，尤其是以后当主流的显卡也都开始支持 Tensor Core 的时候， 4K 游戏将会离我们越来越近。从这一点来看的话，图灵确实称得上是 Maxwell 以来最大的跃进了，甚至有点占未来的意思啊。但是技术上的进步并没有给玩家带来真正的实惠，2080Ti还勉强凑合啊，10000不到的价格买张泰坦 V，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好像还能接受吧。但是2080就有点尴尬了，公版6499比1080Ti贵出了近1000元，却没有在传统项目里面带来多大的进步啊。咱们就别提进步了，这次新卡一出，你看看老卡都没降价呢，这对于玩家来说恐怕是最大的噩梦吧。只能说 AMD 啊，上点心吧，赶紧追上老黄吧，再这么一家独大下去，咱们玩家恐怕是要贷款买显卡了。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也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喜讯啊，前一阵我们在 B 站上已经突破了50万粉丝了，为了感谢所有的 B 站粉丝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呢，我也已经决定了要在 B 站上抽奖送出一块 RTX 2080回馈粉丝，届时我们会发抽奖的动态，欢迎大家积极的转发参与进来。但是在那之前呢，我们对于这张新卡还有一些测试工作要做，所以耐心等待一下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 RTX 2080和 RTX 2080Ti 评测的全部
部内容了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也别忘了关注我们淘宝店铺极客湾数码港。最近大家也知道，台式机的价格一直在疯涨，所以说如果你现在有这个配机的需求的话，也不妨考虑一下笔记本啊。我们极客湾数码港里的各种高性价比的游戏本绝对包你满意。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，也别忘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极客湾以及微博极客湾官博哟，拜拜。也别忘了关注我和飘哥的个人微博，我们的各种见解会定期分享给大家的。